驱车犹若策马，柔风是引路使者。误入这仙境，又见河心，又见暖阳，又见郁郁苍苍的山。陡峭的山坡上，成群的暖阳晒着太阳，它们日出登山觅食，食山顶百味中草药草间，饮清澈凛冽的山涧泉水。一群淳朴的牧羊人，用一种接近原生态的方式，构成这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。北纬 34.6 度的800里晴川，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天然优质暖阳牧场。牧场的怀里云雾不散，心无挂念。加入羊群，亲善亲学，这是羊群第一声咩的问候，这是人生的第一份礼物，第一份惊喜。这是来自高山牧场，来自蓝天白云的馈赠。这里的奶羊将新鲜传给羊乳，这是百越羊乳集团送出的健康。求索是梦想的延续，百越羊乳集团365天沉浸式公关，同我一起感知百越，了解羊乳，体验百越羊乳集团特有的牧羊快乐。